总共有一二三四，我们现在有四排，目前有玩具组，我们不能再多了。对啊，十三条全满也有。我很喜欢打枪。现在是六排，六排的话还有小玩具。来送你一个糖果。谢谢。想到比较后知后觉的，哎，我怎么在这边弄？对对对对，就是要找那种自己游上来的。欢迎收看约会 channel。 自从上次爬象山的那个单元转移阵地，我们这次带他爬山之外呢，现在来带他逛夜市，非常绅士高级的行程。那我们欢迎叔叔。大家好，我是叔叔。哎，叔叔衣服还没换呢。真的是学生美。上次爬完山还没换呢。对啊，我们今天去玩夜市游戏。你有玩夜市游戏吗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在上大学之前没有去过夜市。平常有玩夜市游戏吗？没有。没有。我都来吃东西的。可是你是宜兰人，不是应该宜兰人会去逛罗东夜市吗？真的是观光夜市啊。其实也会去逛啊，只是都很难买到吃东西而已。对啊，太多人了。我们今天来到的是板桥的南雅夜市。Hi。 这边有一整条很长的街。套圈圈有套过吗？没有，没套过。没有套过圈圈的人一桶一百。娃娃车主套瓶子，玩具套三角，在其他随便套到都有。老板刚刚说随便套到都有，好像很简单一样。哎，老板，那如果我套到你的话，可以带你回家吗？带我回家要十万呢。玩准雕，很难嘞。这个东西有没有诀窍？哎，我看到了二，哎，抓到你了！恋爱家教呆米欧，我可能会退费。好可爱哦！那二也要干嘛呢？哎，给，来吧。来喽。叔叔完全没有共鸣。哎，恋爱家教 ，Listen to 哦。哎，叔叔。哦哇！啊，这样知道吗？我们再试一个。有没有抓手感？所以我们现在总共有一二三四，我们现在有四排，目前有玩具组，我们不能再多了。对啊，十三条全满也有。叠在一起了。还有不同条哎。一二三四五六，现在是六排，六排的话还有小玩具。七排。一百张回来，还有两次，还有两次。有沒有想控制哦，想假装哦，我不要口香糖了。一二三四五六，七吧。好，要几排啦？直接指定啊。两排啊。一二，哎，你现在是两排哎，成功了，变成四排了。两个糖果可以换小东西哦。这个，你会想要竹蜻蜓吗？都可以，你要把我送走。送走。对。来送你一个糖果。谢谢。哇，太粗了。叔叔喜欢这种的。有加分，有加分。各位 ，Marry me。我很少逛夜市，去夜市都是直接去买东西，随便就买衣服而已。哎，叔叔有打过枪吗？有，我很喜欢打枪。枪不可以对了，不要太靠近眼睛哦。好。哎，他第一颗就中了。但是你抖一下是什么意思？后坐力很强。抖一下，非常的害怕。同个位置。妈爸叫我娃娃了，我要挑战一下。没了。可以啦，帅啦。帅就好。六颗，要不要再一组？金鱼，我让他帮我帮你看。哎，哇，这个捞法秒破，怎么办啦？好难动。有点太快了。
他有点太胖了。啊，这只小的，小的，小的。没有人要理你，不要跑，不要跑。怎么会这样？上钩啦！上钩啦！我掉了。哎，水族达人养水母的经验，我跟你讲，应用在捞鱼上面呢。如果是捞水母的话，我可是 pro 级的哦。你这大小刚好我的海刺可以吃，有什么头发？不要碰到那盏水啊！原地冲破，就是你对不对？就是你对不对？要斜的，要斜的上来哦。谁斜的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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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闷。快死了！我抓到一只了！我抓到一只了！哎呦，这次我这辈子第一次抓到鱼哎！哎呦，天哪！天哪！找到比较后知后觉的，哎，我怎么在这边弄？对，就是要找那种自己游上来的。哎，哇！哦，这种，哇塞，这种斜的，对啊。没有什么鱼味，我还想说，我手上会不会都是那个鱼的味道？因为那个老板是先倒新鲜的水啊。两位感觉都是女车神的感觉哦，喜欢奥迪哦。R VS R8。今天是用第一视角在玩哦。说看起来是偏紧张的那种，比较少人赛车游戏。对啊，你很淡定哎，你是赛车老手哎。其实当四驱车在玩。你刚刚在开始的时候，大家在送回家是不是？妈妈打电话来了。妈妈打电话来了。我在朋友家，等一下。第三课，在人很多人夜市的时候，大家哎，小心不要被撞到。哦，学到了，你要走散了。是的，乖乖。好啦，这就是今天影片啦，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订阅妮妮学姐、yeah. 叔叔。Yeah. 然后下次想看我们去哪里约会，在下面留言。OK。泰国、啊。再见啦。泰国太难了吧。拜拜。安全送出大家了。不是很安全。6分20秒，从台北到宜兰6分钟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